竟然佢想請俾我，跟住第三位嘅嘉賓，我最偏心嘅韋威。可以有幸在這裡為大家表演，那我接下來要唱這首歌呢，其實這首歌是因為我是因為這首歌所以打開了我中年好聲音的門市，我都想今晚送這首歌給大家，希望你們打開2024將你的圓夢之旅正式開啟，那送給大家 Mercy。I love you
終於咧就見到三位中年好聲音咧，今次咧參加個慈善音樂會就係幫要為香港做嘉賓嘅，哇好成功啦！不如我哋逐過嚟咯，好嘛？好啦，嗨 ，what's up？ 咁你亦都係揀咗只歌喺當時參賽其中一隻，我嘅衫啦，同埋我嘅歌啦，全部都係康哥選擇嘅，我都好開心佢有揀咗呢一首咁有意義嘅歌，因為係呢首歌去。但係即令到我入咗去中年好聲音呢個比賽，跟住開始咗呢個夢幻嘅旅程。咁所以喺一個咁夢幻嘅場地裏面，因為我第一次嚟呢度醫館呢度去做呢個演唱會嘅嘉賓之一，咁所以我就想咁佢揀咗呢首歌，就覺得啊好啊好啊，因為好有意義。希望2024每一位聽到我唱 Mercy 嘅觀眾，同就可以開啟你哋嘅圓夢之旅啦。嗯，不過我覺得咧，你係咪除咗唱歌之外，其實講嘢都真係好似好流暢？是不是有想過一下啲句白咁咧？冇啊！你覺得我喂多謝你啊！我都好到位，同埋好精簡喺台上面每一句咧，係咩？好到位嘅，即係開啟我哋新一年嗰個。呢、這個當然上台前嗰日要諗一諗，同埋肥媽有教過我哋平時講嘢咧，唔可以講得太快，要有一個停頓啊位，咁就好啦。就是這樣，剛才也阿康哥哥的讚你，即是說經常都帶到很多喜樂給我們和正能量和甜品，是啦是啦，所以即見到你整個 show 都會開心，還有加上你們三位呢，又真的令到我們即很有回憶，很有回憶。其實看到艾律師唱歌呢，今天都唱得非常之精彩，而且他經常都很精彩，兄弟拍攝上，因為我少見一點，我少見一點，見多一點，我想就是其實今次在這個舞台上面呢，整個氣氛感覺環境你覺得怎樣？我覺得氣氛是很棒，因為是一個慈善演唱會嘛，所以是三面台，三面台第一樣嘢就可以同康哥哥一起唱佢嘅歌，同埋仲同埋 Benson 一起唱，咁呢個感覺係好特別，仲要唔係一首係兩首，咁呢個第一啦，我要學習下話要講慢啲。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我今日唱到我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，咁呢首留言就係我不嬲都係好想爭取機會一有得唱就唱，咁所以今日俾我喺一個咁大嘅台去唱咧，所以我其實我少少感動嘅。我頭先見到其實阿 Benson 咧唱完之後，我見到佢好似係眼濕濕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雖然之後我問翻佢，佢話其實係出汗，佢打咗個喊路啫。咁但係嗰一刻咧，好似即係總言之都俾佢，我以為佢有啲眼淚水令到我又諗翻比賽嗰啲嘢。其實咁同埋佢又唱翻佢比賽嘅時候，我好中意嘅歌啦，芝芝都係啦，咁我自己又係，咁所以係好大感受。我覺得康哥有諗過嘅，即係教我哋咧莫忘初心啊，即係永遠都要飲水思源咧，邊度令到你入咗呢個行就要永遠都緊記，所以就揀咗呢幾首歌俾我哋咯。同埋佢成日都講話你哋係好聽佢講，好乖，叫你做乜嘢準備咧，你哋都好 no 嘅，都冇變。咁又正確嘅。其實同阿 Vita 老師啊。是的，都是一樣的，即是你們的態度就很好。之前有沒有人教過，韋爾生老師有沒有教你們？我剛才跟康哥唱那個玫瑰玫瑰我為你都是唱了個四五句，我都有特地找韋爾生老師看看 tune 下怎樣可以令到那個音即會更加好聽一點，所以都是即無論個演奏的長短我們都是很認真地對待。剛才我和 Chris 和康哥哥呢唱《旁的啟示》和伴力伴我啟示，其實這兩首歌其實我一聽就認識，因為真的跟 Chris 我們在台上真的看到你的動作是這樣超低的，對，還有《旁的啟示》是我小學六年級音樂堂 上堂學這首歌，所以真的由細聽到的。康哥哥叫我們一唱點啦，即係唔使點背嗰詞都識嘅。嗱嗰陣時都冇發夢諗住會同佢同台唱呢隻歌嘅，絕對冇諗過會有乜。今日其實好多你哋中年一啊嚟撐場，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啲名俾大家知？今日包括有阿包吉啦，有阿 Ramon 啦，有馮志豪啦，有製作團隊強哥、強哥啦，係啦。係啦，聲啦，都好多人嚟喎。你哋其實每一次嘅活動都有楞住一條尾一扎人嘅喎。嚟緊有冇諗住用翻你哋自己主題開翻個 part two 演唱會啊？實係好嘅喎，你籌備咯，係咪啊？好啊，我哋嚟開會啊。慈善係 OK 嘅，慈善我哋諗到佢講到佢。咁係啦，咁啊，其實今日有啲唔舒服嘅嘛，你本身，但係今朝咪好擔心，就要 call 定佢話俾佢聽，打定底啊。因為平時唔舒服，其實我一路都唔舒服㗎。
其實比賽嗰時邊有唔舒服？今日嘅唔舒服嘅程度係，我真係要同阿康哥哥講聲先，因為係好嚴重，我驚我唱，即係我驚拖垮咗個輪壇，咁所以我都係擔心到要同阿康哥哥講。因為自己好好啊，你真係好好。咁結果唔好好喎，都話好不特別。結果我唔理啦，我喺屋企揾咗啲中藥西藥啊，跟住嚟到有青丘丸，有好多丸咁樣一次過拍曬佢。係，希望個神秘有啦。好彩頭先 rehearsal 都 OK， 咁咪有翻啲信心。咁去到 on stage 嗰陣時，爆曬出嚟。同埋你唔講，其實觀眾係唔係好知嘅？係啊，誒 very good。同埋嗰只你嗰只歌咧。一首歌的故事呢的確是一個標誌來的，我令大家都聽得很開心，還有很回應你們那次比賽。是啊，其實我們都是唱參賽的，是啊，這個是方哥揀選擇的，沒錯啦。今天就很開心訪問到你們，還有希望你們多些用歌聲去做多些善事，祝福更多人。多謝你的訪問。 Thank you。